Kayak Ho. Fighting. Tanya Ippo. Tanya Ippo Ippo Popo。其实我第一直觉得是小赖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因为突破狼人杀，反正我觉得韦静应该是最差的。我答对四题，我就赌韦静只答对三题。以我对前任的了解，我觉得罗俊硕跟林九他们两个会争第一，小赖跟韦静应该是第三、第四名了。我应该是中间，我觉得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可以让他们来挑战看看。必了，我们来看这答对几题啊 ？Let's go。答对几题，所以不会暂停吗？我会帮你们暂停。可以说暂停了吗？注意看背景，还有我的细节，然后猜一下。金南好。啊？太难了吧？九万光者手上拿的子。可以说。是要这样子是不是？三种。三个，你几个？五个。几个？四个。OK， 公布答案。恭喜查克毛获胜 ，Yes， 是这个吧？好瞎猜的，继续看，随时哦。十二，好，恭喜零九，十二。下面还有一只，怎么啦？太等一下啦！几颗球？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两颗。OK， 恭喜前任进。哎呀，是球吗？观察力啊，继续。谁根本就没有看到有球，好不好？我在记哦。六，我先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先的吧，是六，这个大家都得分，哦，我没有抢答，是不是？三峡，我去猜了，你有一位的哈，你自己想看看，是你猜的哦。红萝卜，你这边现在在那边看，你好啦，青椒、番茄，我拿最后一个奖，你想要等别人答完你再看番茄，他不让你们先说的。真的是哦，你很厉害耶，你们。啊！哎呀，网球拍啊！这怎么算？没有啊，没有跟风，他跟他，没有网球拍，我没有跟风啊，我是等他们讲完而已。网球拍啊，还是其实都错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拿的黄色的哦。说这个对啊，对啊，差一分。这男生不行。这是，我不能先讲。就是如果，我是说请抢答直接抢啊，不能争的。没有抢，没有答对，就是没有答案的啊。这样比较公平。你抢答？什么叫座舱啊？座舱的，十二个，十个，十个，八个。哇哇哇！哇哦哇哦哇哦！哪里有座舱？就是有几个位置啊，保险。这样没有看到？没有算一下二三四五六的，绝对是双数。八十十二，那我们都裸体的。哇！请讲。
颜色是不是？对，请抢颜色。深蓝、橘红、蓝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橘黄蓝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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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橘黄蓝黑，橘黄蓝黑。可是你这个名单太明显了，黑啦，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，橘，哎，没有，橘黄蓝绿。咖啡，我会这么笨给你们吗？橘黄蓝绿咖啡，咖啡所以你们全部不要改啊！猜脸色，橘黄蓝绿，对，是五间寝是五个颜色，不可能四个，我跟你讲，橘黄蓝黑绿绿，肯定是四个，橘黄蓝黑，只见你，橘黄蓝黑，橘黄蓝黑，橘黄蓝黑，不管我都四个。橘黄蓝黑没有没有黑啊，白痴啊！其实我后来看到真的，是我们怎么看都是黑色。它是黑的，哦，那我对了，咖啡吧？我对了，我也对了。橘黄蓝黑绿，你那不是黑的？我有啊，你说什么？那是咖啡哦，酒哦。他说是黑，那不是黑。他说是黑，他是老板。我以前的白也不是黑，以前的红也不是红。所以只要讲的橘黄蓝绿都对，对，都是橘黄蓝绿。好，是在领先啊，目前。违禁跟零九。违禁零九。七个楼梯哦，注意哦，原来是我让你没进的剩下的七个花。会有几个窗户？太难了吧，请闪灯亮。两颗，先讲的，两颗，小浪漫鱼，还好啊，对，小浪漫鱼太慢了。哇，他好彩哦。请抢答。右侧的灯啊，猫。右侧的灯。狗猫。想起来哦，决定胜负了，我可以。看到左边的。右。老虎，老虎，老虎。狗。这是猫头鹰。来。对啊。左边是狗啊，左边是狗的边财神。逻辑性，请问公布赢家。哎呦，没了吗？是零九，他刚刚最后一个压倒性吧，压倒性。你差一分，你最后说狗吗？我差一分，谁最低？谁最低？他说老虎哎，谁最低？他说老虎。小孩最低，小孩不能吃，小孩不能吃嘛。所以，我刚刚请问，我答对了几题？小赖跟伟基应该是第三、第四名了，我应该是中间，我觉得，我应该是中间，我觉得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了继续收看《风车弟弟》，我们下次见。等一下一波，拜拜。哎，怎么会动呢？现在我们吃什么？不可能眼球吧？不可能吧？等等哦。真的？该不会是什么整人节目吧？